这是干什么？我在清理房间的晦气。还是你爸？你没得选择。但我可以选择不认这个爸。他今天必须从这个家滚。你们都喜欢雪中送炭，对吗？有没有想过，雪中送炭的前提是得有炭。所以我现在对于公司来说不是一个合格的经纪人，我想辞职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怪你过分美丽》。